It's time to go back。伤口居然已经快好了，你的恢复能力简直异于常人，怎么回事？可能因为我是一阶进化者。我只听说异能者很强，没想到还有这种恢复力。这么久了，我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别担心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个暴总把我们关在这里，还不给我们吃的，而我们的食物只够再撑一天。这可不怪我，我怕食物不够，一直不敢吃。这个不用担心。哥，你回来了。这些应该够吃了，今天锻造完鲍总那边给的。哇，哥好棒，好多小零食，太好了。我肚子终于能好好吃一顿了。你们慢慢吃，别让人进来，我要去处理点事儿。好嘞，凡哥。公你放心去。我绝对会看好门的。好，这次锻造翻到了一个特殊材料，正好试试进阶后的工匠异能。西施啊，多吃点。我拿点吃的进去给颜月姐姐和妙春姐姐。工匠职业一共九阶，现在我是二阶，属于初级工匠。一阶工匠要依靠稀有材料为武器添加特殊属性，二阶却可以直接做到这里。但加入稀有材料可能会产生高阶元素属性。哼，这变异二阶红晶石就便宜我了。如果这次融合成功，我的长刀说不定能进阶再加个新属性。没有特殊属性，难道练废了？不对啊。居然是变异火属性武器，这在前世可值上千白金。爹，这次锻造可是大成功啊。前世成为高阶工匠的只有一个人，他走的城堡基地就是同阶异能者，也无人能破。这一世我也可以。今天的武器质量也不错，到时这武器用完了，人手一把刀照样可以砍丧尸。可是咱们真的要送他二阶进化器吗？那可是一百白金啊。怎么可能，这最后一关可是给你准备的，等他造完99把之后造的都不合格。还有最后一批就凑齐100吧，剩下的材料还能再造一套软甲。
对了，戒指每周一次低价换高等物品的时间到了。上次刷出工匠职业卡，这次不知道能刷出什么。三当家，三当家，老规矩，三千汇金。给。嘿嘿，这三当家就是个名头，半点福利都没有。明天净化器一到手就走，开启交易。别让我失望啊！这是极度稀缺的上弦职业卡，以防万一，赶紧拿下。八阶圣弦，几乎可以生死人肉白骨。如果说服李妙春，不，一定要说服他跟我们走。这卡太适合他了。这样，队伍实力也能增加。哼，小奥，洗干净脖子，等我。杨凡，你让人家好找。嗯？我哥回来了。怎么是你吗？我哥呢？你马上就能见到你哥了，在那之前是老子的。动手。是二当家的。清雪，颜月姐姐。臭娘们，给我乖乖站好，等老子过去绑你。那你们就过来试试。天际线的光，花开城市的胸膛，也说归来冷眼看尽癫狂，秘密在说我该何去何往。迷失冒荒的世界，守护最美的天堂，正义是否获得最终希望，还是黑暗之中永世成王。